六分，来呀！啊，刷后壁吃完，马吉马吉，吃完甲要吃完，无免讲。我是要了事袂袂，啊，你若吃完，就卖免讲啊。来，两包拢嘛吼，帅头哥，来，谢谢，好，来，感谢。没有了啦。来好，啊，搁要吃啥？来来，鲍鱼来。啊，搁你慢慢想哈，嘿，来，有要吃鲍鱼，开300块了，300块来，这切片切好色个啊哈。来两包就是800啦，来3包、4包、5包、4包，来300块了。鲍鱼来要吃，开300块来，紧嘞，300，啥物吃鲍鱼？等足久啊嘞。鲍鱼。这包搁送你，来300块了，来了鲍鱼，来鲍鱼片，都涨价了，我还卖你们3包，300块6包嘞，来鲍鱼3包拢啊。看不到鲍鱼。来后边物件包好了。现在早上看不到鲍鱼。这啥物物件？虾仁，虾仁，虾仁哦，虾仁哦。哎，虾仁不是虾子哦，虾仁哦。哎，银最后一个人给啊，紧嘞，最后一个人给黑银，我袂生嘞。哎，黑银搁一个啥物啊？来，大哥，你拄啊困哦，啊无今无困中昼就出门啊，歹势啊。来300块，最后一个虾仁300块不用等了，黑银300，春秋娘来抓你来啊，这要不要？来黑银够啊，黑银够啊，五个7包对吧？即个我包一包给你，你等我一下啊，300先我小姐包，你帮我录一个300起来我。来，好，阿哥要爱啥物？你讲干杯啊！好，干杯，干花花白白来，来干杯，卖卖千卖开900，来500过来，干杯大喝咯！但是这个是原干杯，一定要煮哈，一定爱蒸鬼汤、白鸡鬼煮汤都会使，免500，一包吼500克，免500400，来300过来，招姐妹干杯，300块来，卖恁两个倒，即刻卖你300，即刻忙卖大请你，老公辛苦了，老公节快乐，来300块来，2盒哦，不是1盒哦，2盒哦。来300块来干杯，来过来，孙家德，来干杯300块来，袂较紧，袂较紧，孙家良，来干杯300块来，赶快哦，没有买到的动作快一点，真的没有那么便宜的啦吼，咱是咧乌白白，两克啊300，一克偌剩105块，你要退买一克500克的105块的干杯啊，来300块来，最后两位了，干杯，用煎的真的蛮好吃的，用烤的哦，清蒸、煮汤都很适合，来300块对了啦、哦。我是煮饺，我是弄煮汤啊，来看恁的口味啦。来好，来，再来你的黑银好啊，来，来拍摄。哦，来，阿要吃毛肚吼，来毛肚买500，毛肚买400，毛肚买吃200块。来毛肚做好吃，这色的啊，等于你吃头几样吃啊，来两包就1公斤啊，100块，3包200块会买一个，会啊，会买一个，下顿去吃。等于一只只，来200块了，来100块了，100块来，这样3包哩，100块毛豆，这免烤炉啦，3包100块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免烤十万好不好？来100块来毛豆，3包100块卖你们，1包500公克，3包1500公克，卖你200就很便宜了，来100块，拿回家吧，又营养又好吃的毛豆，来100块来，加营养，加营养，赶快，来毛豆100块，都有三毛买着毛豆的来，来100块来毛豆，100块安拢买着吼。来，各一个毛豆，100块，这样都买到了嘛？哈，好，谢谢你们，连毛豆都有。哇，这样你要吃陈阿姨煎你啦？好，我随发哈，等我煎，等我煎。你无搞点，我唔知你该做啥。我讲你爱点物件吼，我较知你该啥。来，哦，我今麦日本无，这已经3礼拜无出现啦。日本北海道。花鲫鱼哦，花鲫鱼一夜干，什么叫一夜干？一夜干就是经过一夜风干哦，它是纯天然哦，纯天然的腌法。一只红鹤就300几块，两只红鹤700-800块，来免700，免800-500，来300块的日本花鲫鱼。啊，哪煮用这呢？用虾，真正好吃。干那两买300，你有无得买？我咧卖恁好料理，恁拢唔知影啥买啊？这日本较食会到的物件，你500-500，你又无找买来300块来，300块来。日本北海道花鲫鱼两文钓，便宜两文，来300块来。顶头有买啊？人家上次买过一次了，今天又来买2份了。哦，啊你们不会吃，你们就看吧。来日本花鲫鱼椰干，真假比蛙鱼、比香鱼都较好笑、哦。来300块，够上无买着日本花鲫鱼椰干的来300拢话好，好蛤蟆话来话钱。来尾鱼啊，尾鱼。鱼人无买着蛤蟆来，剩下来。来，阿要食蛤蟆来。蛤蟆卡大卖100块，外公足侪人想要买，但是100块哦，看遐量我食袂完。外公今日嘛食袂完啦，但是只无要买100，有买够哦。哦，要吃卡买哦，来50块啊，都不用100了。想吃蛤蟆的，拿50块给我就好了，赶快赶快，不用再打电话给妈妈了。来要吃，开始开50块啊，都50块来蛤蟆50块，无几个人煮蛤蟆，你是两煮呀？我看你阿你买，我看你两煮，叫你蛤蟆50块。
连蛤蟆都袂晓煮，安尼袂晓过生活，当下我替你问你啊，我来蛤蟆五只，蛤蟆五只，蛤蟆几下要吃蛤蟆五只啦？本来六包生鱼片，我有几条啦？不就无啦？剩一两无啊？四个。你少两，你看咪咪哥要冲咩咩？真的啦，阮囝，阮囝无几包啦，应该是无几包啦。阮囝挂，你惊哪？挂袂起啊啦！你憨臭，你讲伊挂袂起，我不什么天方夜谭啊！伊，太紧的啦。好啦好啦，我去买别啊。来啦，水吧，超级漂亮的哦，这个尾鱼，陈阿姨，足水哦，看有只，知影免一千，这免就五百块啊都，这免等，这我摕互恁得。我阿姨啊吼，我吼疼囝啦，我唔囝带到足辛苦的，我心袂袂好啦。来啦，五百块来都。阿姨，啊你唔是讲你囝带到足辛苦啊，无影嘛吼。五百斤哦，我啦两篮货啊，进两足贵啊，卖搞买两啊。来五百块都，哎遐都。来五百了，来这点给我拎来。这个叫尾鱼，尾鱼，我也叫尾鱼。哎，国语各位啊，台语啊，嘛是尾鱼。来五百块来，拢尾鱼就对啊。来五百了，国语来问阿虎啊，阿虎啊，读册读较济，我快乐。尾鱼，国语边个讲？尾鱼啊，就是尾鱼啊。哦。哦，台语边个讲？葱啊，是啊。葱啊。我来讲，四个客人没有了，来五百块了。三个。然后我跟他笑啊，葱啊，然后我白话。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宝贝的葱啊，动作快啊。来，最后一个人给尾鱼。来，谁没有买单的？妹妹。我来，接下来，被打针得。哦，来，阿哥要吃啥位来去？黄鱼，黄鱼哦，好，这四只我有也作用，这下边袂当用起来，另外一包边我拎来，来有要称下鱼的哈，把鱼啊坑入边，不是把边坑入边，好心的，你唔好白做到边，来虾啊，来都吃海贝的虾米啦，海贝海白虾来，来这下来，来你看一下都，来海贝虾来，海贝虾这边虾米，好呀，哇，你死啦你干。我找你做预防针呢，哦，都买鱿鱼的。过来黄鱼，扣啊鱿鱼。八只啦，八只啦，五八只啦，五号，来，直接杀个。八只啦。来，两个人给了。无啊，无扣啊鱿鱼啊，这样才两百块啊，两位客人而已。把你们几位弄完，弄完来不啊？来，全部包下来。我来包这几包吼。包这两包来，等你好分。来，黄鱼卖一千，卖开到百来，五百块啊。黄鱼五百块，免蛋啦，黄鱼免蛋啦，黄鱼只会是五百块尔啦。来五百块，来谁要吃黄鱼的？阿根廷有一包在哪里？没有的啦。没啊。哦，有了。来五百了，来七百块，哎，上面讲黄鱼，五百块，七百五百。开什么玩笑？来，这边哥列队，来，姐妹来，黄宇，我爸喝，谁要吃黄宇？等出来，动作快，动作快，来，我爸喝，我见，来五百块来，来弄花哦，你黄宇，别搞没动静，好啦，有得，有人买得，好来，阿妹吃这个鱿鱼来，阿根廷鱿鱼卖五百，卖开四百、三百块啊，三百块来，鱿鱼你别卖完啊，鱿鱼较贵波啦，鱿鱼来换。来三百块了，来这边个，这边个请你来，上面加留言，这三杯叉叉鸡血，来这边个两杯，来三百了，六条给你，六条给你，你要几份？一份两份就是三份，一份两份是十二份，三份，一份两份是十二份，你写一样，十二份，十二份三千六。来，三百块留意来见，这三杯叉叉季节龙虾，来三百块来，都拿到了哈。阿哥你鱿鱼，来再一份，放在那边就好。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鱿鱼拢无啊吗？来，无啊，红鱿鱼拢无啊。老板多一条。老板只有一条，什么老板再一条嘞？好害羞啊！那就有病了。不行了。他买他几万，他买九百哦，你加一百给我，你那个一百，我刚才要打你一百来，都给我啊，这里都给你哦。好，啊你每个礼拜六日都要来哦，哈 ，OK， 没问题。啊你来，下次要回国找他回去啊。好。他也是你们那边的，他来二十年，他比你还久了。住隔壁的，嫁了三个。隔壁的，只有三个而已，五个。再来五个，按下用，按下上哦。哎，你有兴趣来接报名哈？喺电话顶面拢有吼，卡来问下。哎呦，比今日买一双，比今日较潮，比今日较上，比今日应该挣二十个啊！啊，茶龙雪也来开五百，开四百，来三百，好的，三百块龙雪只有这一箱，我没有第二箱了，各位。来三百块来龙雪鱼，火不赖也在花呢。哎，你们讲不赖也卡丘干咩呢？不赖真足强哦。
哦，虽然今麦在跌，但是真足欠。为什么足欠？因为足贵，足贵为什么足欠？不然就装修啊。来，这地给你300块来，谁要吃龙血鱼的？这人家讲的粗人啊。来，这是第500，这是第400、300，没人给钱啊。这地给请你好不好？来300块得，给你吃好爽快。这把酱油用一块骨啊，尔还无刺啊。哦，中间这里一个骨头而已，落去吃。来，300块只有一个啊。加5块300，少少啊，恁老客啊，恁搁咧等啥物啊？啊，无这条搁客队来6块哦，恁啊，一条春秀啊，10块，来300块来，今日3个人给买了，来300块都有了吗？龙鳕鱼，真真脆脆，好食，来拢准备了哈，来拢完好，谢谢，来鸡腿摆上我碗啊。喂，这下你唔要买着哦？你算有缘呐，这后礼拜你搁来的时阵，你就看袂到这啊。这我讲就一间牌子的，恁哦，恁就讲菜对啊。逢甲烧烤听过无？伫台中，这间公司的物件高端台湾哦，烧烤店很出名哦。这里面有2只大鸡腿，2只无骨了，骨切掉啊，啊生好啊，足香足好食，2只就爱150啊，2只啊。来啦，你有要食的哈？美式哈烧去骨鸡腿，大只的哦。来，有要食的300块的，来这2只搁上面。来300块来，有没有要吃哈烧鸡腿排？大只的哈烧鸡腿，来300块，哈烧鸡腿都准加了哦。来了哈，有啦，我变变好啦，我这下把我烹调了。多咪咪哥嘛，要结婚啦，讲真的啊，这可遇不可求啦。这好抓来，都误会我嘛不知，安尼袂灵啦。来300块来，这两只个啥？来300块来，一个人拿6只，真的很大只啦，这个不用多做介绍了。来300块来。2包300的本钱啊，这包个三元啦，来300块来，哈烧鸡腿，通通有了吗？真的很大只，真的很好吃哦。来，小姐要试试看嘛，用煎的、气炸锅都可以。来300块，最后2位了，哈烧大鸡腿，通通有了哈、哦。好，谢谢。你们在上面叫红甲烧烤啊，秘密哥你家啦。红甲啊，不是蒙甲啊，哦，今早一个讲蒙甲，放假一定是你讲。就是讲伊带遐，伊讲伊是带遐。哦，这逢甲鸡排人带逢甲对吧？绕口令的这。来，要食不赖也来200块啊，等。这一盒150，来2盒300，来200块卖了没有了？不赖无啦，全家俩。恁今仔看到不赖生福气，不赖骨一堆人搞偷不赖，看袂着。快讲买，连看都看袂着。这两起啊，中气300元、200元来100块等，2盒150，3个客人而已。等你来煮汤来煮饭，100块就好啦。人咧后边，我咧朋友已经买4块了，后边来100块尔，2块啊，不是1块啊，1盒就150，2盒也100，谢谢，就海龙，不来唔免介绍，不会贪杯，来小香肠4个客人，一个人15条，买200，100块给我来，看看，小香肠我一包尔无啊，剩一包尔，较细弄着我的膀胱啊，膀胱啊，来100，不是7条，同款15条，恁真来。脆皮小香肠超好吃的，用煎的用烤的，去炸锅。来100块哇，给15条你拿，一条存无10块，你是咧等到人请下上面啊？来100块弄完未？脆皮小香肠，来来来，弄回。一个，都回中啊位咧。啊两个，别的是15条啦。来龟尾，人客期待已久的龟尾来，免500、400、300，来200块哇。来龟尾200块来，来上面吃龟尾200块。来，这两条够你来300元，来200块来龟尾，用煎的，用煮的，来200块龟尾弄我，来大杯来见。今日我做这物件爱卖，所以你唔好想伤久，唔好看伤久。来200块龟尾，很好吃，你回去解冻之后破拌，然后下去煎，撒胡椒就很好吃了。不用买300，不用买500，来200块来，龟尾200块来，来卖较紧的，卖较紧。来200块，哎、欸，龟尾上面只大只大个贝鸟。啊！恁全年唔知我咧卖啥哦？都是这位。这无相呢，真无会通卖呢。我搁卖恁只相哦，来200块买下买下，大大个买。啊，系啊，今日人客我看相歹沟通啊。来200块来，无贵上上好啊。讲真啊，好抓，几位200无啊济啊，才300两尔啊。来，这人要煮，等于蒸，等于煮米熟，拢装好食。来200块啊，都几位200块有了吼，有了那我就收起来喽。来200块龟尾，超好吃的龟尾，还没有吃了，两八，拢装没完哦，我来看下。还能供完来啊？二来，阿哥要进来，小谢来。海棠的对啊，海棠的哦。二来，哎，小姐买过了。不要。
花不到一千块不可以离开呢？这里有规定呢。好了好了，礼拜六、礼拜日啊、哦，啊，记得来啊、哦。来，要吃猪耳朵，顶礼拜买着去。啊，这要买买着不了，真正好吃，等于恁免煮啊，加热就好了，加热就好了。这一家人卖六十九块，我这边有订，你没有赢啊？这边少赔赢呢。这阿罗阿鲁会做出名哦，来三克后哩，三克的钱就要吃完两百，啊，你要吃两百块啊，猪耳朵，来这一盒再给你了，来两百块，卖讲六啊九做歹算的啦，会算七十四克啊二百，两百卖你有小宝，来有想要吃，这个真的好吃，哎，今天两百不能用钱，哪了呀？不留货了哈，今天让你们高兴，母亲节快乐，一百块完，一百块来，赶快四克后哩，一百万。猪耳朵这个很好吃哦，会炖会烧酒，加青豆拢会使，大哥你要两份哦，来一百块，一百过来，你这边公益的一份都给你啦，大哥，哎来，阿三来找你，来这个是两份，大哥这帮我拎，来一点猪耳朵一包，来阿姐阿妹哈，哎这个真的很好吃，我都有吃过了。真正配方袂歹，会烧酒个阿仔，来四克的八来一包过来，猪耳朵，通通买到了吗？猪耳朵一百块。快了啦、哦！哎呦，你们真的不会买的，猪耳朵贵三三百，你一百好四克啊！二来，阿妹姐去休息三位来，狮子头呢？海鲜狮子头，来，我要吃的人哦，要求新货到，还咧几包未呀？几包未哦？来，一包千二的，要吃哈狮子头来无？千二个几包都好哩。呜呼！来来来来来来，没有恁欢喜啊！这个加热就好了，加热就好，这已经熟了吧？让我晓得了吧？来，我要吃哈，八八姐，八八姐，到八八姐了。大家好，鲑鱼啊，对不对？鲑鱼啊，海鲜，鲑鱼狮子头。哦，来，我要吃这七包八三，两包鱼啊啦，来两百块啊都，来一人两包，恁去吃吧，两百都，要拼了啊！要拼了啊！哦，真真有意思的呢，真真的呢。真的有牌子啊！阿姐啊，这有人点。叫你看。麦克风诞生，这两天能包能包，明天还有，可是只有两箱，真的没有卖完就没有了，两天能包。怎么是狮子头？你们知道？能包包哦，真的，加热超好吃的，卖乱啊！这物件不阿俗的，能包包我来一百块来，一百块，好，你打开买掉。鲑鱼狮子头，左脚海鲜狮子头，来一百块，一个人买两包。什么加热好？可怜的，正好阿俗的，来一百块来，一百块来，还在考虑哦，考虑了我要收起来了。热水加热海鲜狮子头，对了哈，丢电锅啦，哦，丢电锅，减少低消，我不骗你，别嘞，你要再跟正两包两包，嗯，来，连掉呀，来小香肠，阿米家好我来，你个，你上班不啊？安全，来全家起来，来香肠两位来香肠，阿妈妈。来，阿妹吃香鱼片，蛤蟆，准备好没有？好了，来，阿妹吃香鱼片的，较紧的，剩两个人给你。哎，蛤蟆，蛤蟆我。两百块来，香鱼片两百块来，两百块，谁要香鱼片的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做好之后，这一袋人行好六十块，一袋行好六十。来，你阿妹煎的吼，内行，内煎拢会使，两百块好。来，大阿妹结婚哦，来，大阿妹结婚来。找钱呐、啊，两位不找钱呐、啊？干什么东西？心都飞到哪里去了？三个，来，五个人给个包包的来。老师哎、欸，熟人要结婚啦、啊！结婚啦、啊！结婚啦、啊！有包一点，你写乱一点。看亲戚有没？你还要不要结婚的啊？来，四个人给。香鱼片要不要？剩下一份香鱼片。来算你最好一千万啊！你怕是没有没完蛋了，还没算你来一样。来我爸喝热水，来六个客人了有。来我爸过来算你，差点哦。来边就算你，今年春节收了，我无骗你。来四条，我爸过来，下毛边就算你。来了 ，KK 了，赶快五条，你再来我爸喝成鳕鱼五百块，最后一箱了。要用什么？都买到了哈。来。哦，谢谢。春节两百呢，春节两百呢，哎，安尼五个拢夹包起啊！来，阿哥要爱什么？你紧讲。来，我跟你来。来，你要吃什么？甜虾饼。甜虾饼哦，哦，来虾饼好夹好坏，别大吼。回来虾饼五个人给七百块来。甜虾饼来五个客人可以赶快。
哎，不好意思，只有这一包，最后一包了，田园虾饼，最后一包，来一百块，100块田园虾饼，100块的田园虾饼，贵未？4块50块，10块，11块，12块，13块，14块，100块田园虾饼，好，谢谢，五个人给拢我哈，来谢谢，四个，来一个人14片给他们，哦来，还要吃白带的中块来，这有稍微搞烫起来，这搞烫起来比来。